Hello，我今天要录了这个，开始将试吃的这个味丹随缘麻婆豆腐汤面。真辣辣啊！记得之前好像有买过一次，觉得之前有买过一次，觉得它那个麻婆豆腐的味道蛮浓，再吃看看。它的那个花椒味很浓。哇，辣，麻辣，花椒，真的辣。喜欢重口味的可以选这个麻婆豆腐的，那花椒味很浓，真的辣，够味。那喝一下那个汤，汤喝起来了，还有没有那么平常啊？没有那么那个，喝汤起来，汤那个汤喝起来，并没有像那种麻婆豆腐那味道，没有，而且还有。只是它的花椒很浓、辣，红红的，好，那影片介绍到这里了，好，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哦，再见。